快呢？我朋友唔快食咯。你都 egg 啲边个？咩系？吓，假嘅。咩嘢咧？卤蛋。ไม่ดีรู้เปล่าถูกแล้ว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มะเร็งปอดร่วมโป่งพองเส้นเลือดในสมองแตกไม่ดีแล้วพี่ดูดทำไมล่ะคะนั่นมาเจ้าของคนที่ถามคำถาม说抽烟呢它也不犯法，它也是大家正常消费，那么你提升价格呢，有钱的人就不敏感了，那原来人就抽的挺便宜烟的，这下价格又提升了，那是不是对这个低收入群体不公平啊？你看有钱的人不在乎，你提升这玩意儿，就像说一涨价肉蛋奶这类的基本消费品谁都得吃谁都得喝的啊，你涨价有钱人不在乎，穷老百姓这哎呦就又涨了，对我不公平。烟也是如此，是不是这样呢？首先告诉大家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没有烟，不抽那玩意儿死不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它并不是对低收入群体不公平，你得算这个账。首先一个低收入群体呢，他要是不抽这烟了，他的健康有可能提升，他这么抽烟抽下去，早晚他花钱治病，那等于对他来说好处还大呢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，他不抽烟了，把这钱用来买别的，那么商品服务行业因此得到刺激，社会流通还会进一步提升，对产业结构提升有好处。还很重要一点呢，你通过烟草税提升了，收上税来了，然后这个税呢，其实政府经过调配呢，要大量的用到保障民生上，保障民生主要保障哪类人？低收入群体，他反而是受益者。所以只要我们能保障这个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，花的公开透明，我看就可以。所以它对低收入群体来说，不仅不是不公平，反而对他们是有利的。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提高烟草税来控烟，还有其他很多的办法，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。你比方说公共场合的戒烟问题、控烟的问题，应该大力推行，严格执法。我们老板也会吸烟，然后大家都不是特别好意思说，如果在公共场合大家都不吸烟的话，可能这种情况就会缓解好多。你这能抽烟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抽烟啊？没有非无烟区啊？啊，没有烟。为什么呀？那有孕妇怎么办啊？不用研究那么多，因为很多人都在这里抽烟，所以就没有。再有的就是我说影视剧这一块，现在广电总局呢已经下了这文了，影视剧里头这烟草画面一定要减少到最低程度，我认为这个太重要了。你出现一个偶像级人物在那不停抽烟，对青少年危害很大，他以为很潇洒的。所以这些咱们都在往前走。刚才我说的烟盒上那些恶心图案，吸烟危害健康，这个我看现在有没有这决心就把这个印上。确实是看到这个很多人都不想抽烟了。再来看一下这个，大家看这一幅是这盒香烟在中国的包装，吸烟有害健康，戒烟可以减少对健康的危害，只是占据了它正面这么小的一个位置，而且上面是没有图片的。但是同样这款烟，它在国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包装呢？您看，50%的这个面积给了一个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，不仅有文字，而且有图片，而且在这个图片上还有两个骷髅头。大家可以想见，看到这样的图片以后，您会真正的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。在去年的李克强总理对全世界说，中国要向空气污染宣战，因为大气的污染确实是面临的共同问题难题。那么中国政府说出这样铿锵有力的话，得到了世界称赞。那么我们不妨这两年中国政府，我们看一看有没有勇气说出我们要向烟草行业压制到最低，来为全体中国人的生命健康负责任。如果中国政府发出这样的声音，那就更加值得世界范围为中国政府点一个赞。